Chris， 你又害我浪费钱了，快点帮我下 order， 我要多两台智能马桶。哇，好开心啊，又有 CS 了 ，Yes。其实我也很好奇，有很多 customer 啊，买了一台来用之后，结果多一两个月又来给我买多一两台。这个智能马桶的价格都不低，不过为什么他们会多买呢？问完他们后哦，我才知道原来智能马桶啊还有那么多我想不到的实际用途。我现在就跟你们分享一下为什么他们会重复的买，这个智能马桶真正的用处跟好处是在哪里。那他们最喜欢的其实就是这三个主要的功能，可以自动翻盖，自动冲水，可以洗屁屁。一讲到自动翻盖，这个智能马桶啊真的是很顶啊，人一靠近，这个马桶盖就会自动打开，女主人就可以直接使用，不用用手去翻盖，所以整个过程啊是非常的卫生。如果你是男生的话，你直接用脚晃一晃，就连坐垫都会自动翻开。所以很多 customer 啊在买啊，就是特地要送给爸爸用，因为他们不用再弯腰翻盖，可以避免他们伤到腰，也不会哦小便的时候弄脏整个坐垫。而且用完了这个智能马桶还会自动冲水，很方便。很多老板娘啊跟我讲的时候啊是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不用每天在骂孩子啊没有冲水就跑掉了。所以哦，很多的第二第三台啦其实是老板娘 order 的。第三个就是这个清洗功能。那这个清洗功能分成两种，女生专用的清洗功能和普通洗屁股功能。你可以调节水的力度、大小、水温等等，所以你洗的时候哦，还可以顺便 massage 一下，非常的 enjoy。而且你洗完后还有这个烘干功能，给你的屁屁非常的干爽。那除此之外，智能马桶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，那比如座圈加热、风温调节、按摩清洗、高清显示、自动除臭、用户记忆、漏电保护、智能遥控、智能按钮等等。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个智能马桶的 offer， 马上联系我，这个月还有特别价哦。然后你还可以这样玩，小爱小爱，我在，打开盖子，又在为你打开盖子，小爱小爱，我在，打开座圈，又在为你打开座圈。